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Mona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现在呢，就是看到我的嘴唇有一点泛白，因为我还没有擦口红，但是我已经化完妆了。然后今天的腮红打的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看。等一下呢，我会去参加一个 event，然后还有去海底捞吃饭，因为海底捞今天请我们吃饭。吃完饭过后呢，我们就直接去那个 event 那边，很开心。现在呢，我就是擦一个口红就可以出门了，然后给你们看我新买的口红，这么多。女人的口红永远是不嫌多的，这一次买的全部都是 Color Key 的，他们家的这个口红真的是平价又好用，所以我就忍不住多手买了。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家口红的风格还有颜色啊，都非常适合我们亚洲的女生。不过买太多就是有一个烦恼，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要选哪个颜色了，真的是很想跟你们分享黑钻唇釉，给你们看它的这个质感真的超级美，很高级的感觉。所以我现在就是趁着我有化妆，然后。给你们试色看一下，这两支呢是粉色系的，这个903呢，它是那种超级温柔的玫瑰粉，带一点点那种娇艳欲滴的感觉。这支呢是904，904呢它比903更粉，哇，这个904真的是更温柔更好看，好纯欲啊，我很喜欢这个颜色，上嘴试给你们看。哇，这个颜色真的是太好看了，超级温柔，很适合我。其实呢，我一开始是冲着这个901去买的，因为它是那个迪丽热巴的同款，然后结果我就入坑了，全部都买了。这个是山楂红，真的太美了，上嘴给你们看一下，毕竟我这个颜值在线，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 hold 得住。你们忽略我的脸，这个颜色真的是没有的挑，非常适合我们去参加晚宴啊，或者是去酒吧，那个灯光打下来，整个人的这个气场就上来了。这个是 R908，那它是那个雾橘色，橘色系的口红真的是超级显白，相信我，这个颜色它真的是不挑肤色的，每一个人都能驾驭。涂上它整个人就是名媛千金的感觉，如果非要选一支的话，我会选它。还有这个 R902 和这个 R906， 然后这个902呢是冰冻茶橘，这个涂上去就会给人感觉很甜美，很适合那种萌妹子。906呢它是有一点木质蜜桃的感觉，真的是温柔的要死，非常适合上班或者是上课涂，它就是那种大方又不妖艳的颜色。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棕色系，这个是 B905， 我一直不敢尝试这种颜色，我觉得太酷了，不知道涂上去会不会很奇怪。哇，没有很奇怪耶，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它整个给我就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，真的太好看了，原来我可以驾驭住的这个颜色。接下来呢就是这个907，这个颜色呢是那种朱砂红，朱砂红真的是给人一种烈焰有雾的感觉，是那种比较心机的颜色。再来就是这个 B909， 这个颜色呢它会稍微的比较高冷一点，适合那些嘴唇的颜色比较深的人，它的这个覆盖性真的很强，如果你唇纹比较深的话，它是完全可以遮盖的，然后我觉得是比较适合黄皮的人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试色完了，我真的是觉得每一支都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 Hello Kitty 的这个口红呢，它的妆感和颜色真的是很能打，涂上嘴的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的丝滑和细腻的，很顺滑，完全不会卡纹。我最近呢真的是手痒，我买了过后，然后我去 Shopee 上面逛他们的那个旗舰店，他们双12的这个价格比我入手的时候要便宜好多，我现在其实有点生气，大家不要像我这个样子破风购物，价格好的时候该冲就冲，不要像我一样冲到负责。好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现在呢就是选出三个我最喜欢的颜色，一个是901、908，然后这个是 B905， 这三个呢是我觉得我自己最推荐你们的颜色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出门了，我就涂这个901吧，因为等一下呢我要顺便去那个 event， 所以这一个颜色呢会比较有气场。好了，我们去收拾一下准备出门了，真的很赶了，我已经迟到了。哇，圣诞老人，哇，我弄到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行时间哦，等等啊，今天要戴上口罩还有手套，然后我们里面请，小心。哇，一个人吃还有一个人陪。你们这个是我们房间202号，然后好，我们里面请。你好。我最喜欢海底捞的就是他们的这些酱，还有肉，超多，超多选择，然后还有很多水果，好特别的小胸鱼啊！我这个是可乐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那个可乐好好喝。
哇，好好喝，可乐不都一样味道？喜乐，喜乐啊，这个是喜乐玫瑰露。哦，你看我们点了这么多，超夸张。你要吃不完就浪费，一定要吃完。干大癌。我们刚刚的直播出了一点问题，然后我们就直播到11点多这个样子，11点半左右。嗯，可是他们还在直播啦，他们也是很好的。然后他们就先让我们走了，现在我们就来吧这边吃。因为我有一个夜宵，因为 Let's Go 那边有一个东西他们在等我，就是要交易的，那边交就拿给他。然后我们现在在附近这里吃，也不是吃啦，就是打包。打包。太累了。等一下回去拍给你们看我们打包的东西。Okay. 我觉得我们是眼睛大肚子小点很多，一定吃不完。定了啦。我的杯酒在吗？杯酒饿很久。啊，还会。我们终于到家了，打包回来。好多东西，这个是烤鱼、鸡翅、烤羊角豆，还有很多这个鹿鹿烤梭冻、烤鱿鱼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先开始吃，饿死了，终于吃饱了。然后今天的影片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按赞。没有关注我 IG 的话，记得要去关注一下哦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